首先请教郑律师，法人在美国和在亚洲在责任上有什么不同呢？法人在亚洲的话有连带责任，美国的法人几乎是没有连带责任。为什么这很重要呢？因为很多人从国外还是来了美国投资在别人的公司里面，会觉得今天的 CEO 他做的事情他一定要有连带责任啊，他有一个疏忽他给我亏钱他一定要有连带责任。错的，错的。美国的法律有叫 Business Judgment Rule， Business Judgment Rule 的意思就是商业决定的法律。如果今天你的法人是为公司做了一个决定是错的，可是他没有自私的利益，就是他为他自己个人做事贪污啊等等的，其实他做错事情他做的决定是错的，他没有连带责任。那么郑律师可否举一个实例来为我们解释一下？如果有一个新的 iPhone 出来，这个 iPhone 失败了，一个 iPhone 都没有卖，如果你在亚洲，那因为这样子苹果公司就倒掉了。在亚洲的话，你的法人会有连带责任，如果这个法人做了这个决定，美国是不会的。可是如果今天你的法人他贪污，那贪污的话当然会有连带责任。为什么这很重要呢？因为有很多客户原告人他们想告他的法人，然后我要跟客户讲，你可以告，美国很自由的国家，你想告谁都可以，可是真正的可以打到你的法人的话是不容易的。继续请教郑律师，和别人合伙成立公司有哪几种的合伙关系呢？合伙的关系，好，你可以注册两种，那当然有很多种，可是我讲两个大种。一个是叫 General Partnership， General Partnership。 第二种是 Limited Partnership， Limited Partnership。 General Partnership 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有多少个股东，你跟别人做生意，每一个股东都有连带责任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跟 General Partnership 做事呢？因为今天如果他们的私人他们有疏忽，他们有违约，你就可以直接告每一个股东。好， General Partnership。 那一个人会讲说，那今天我开了一个公司没有连带责任，那我为什么要做 General Partnership 呢？ Why？ 因为 General Partnership 没有太多的法律规定，你几乎想做什么都可以做，可是你要知道说，因为弹性是最大的，所以你做的行为都会有，一定会有连带责任。郑律师，那么 limited partnership 有什么不同呢？ limited partnership 是有限制的合伙人，它里面有两个部分的合伙人，一个是叫 general partner， 第二个人是叫 limited partner。General partner 会有连带责任，在 limited partnership 里面， limited partner 是单纯投资而已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去管理公司的做法，所以你是单纯投资而已，可是你没有办法说我们今天我们要做这个案例，这个案子我们要驳回，这个案子我们不要做，这个我们不要跟那个人做生意，你是算 limited partner， limited partner 没有连带责任。在我全部刚刚讲，从 sole proprietorship 公司 SC LLC general partnership 有 general 跟 limited， 我要警告每一个人，加州有一个法律条文是劳工法律条文 558.1， 558.1 是讲说，虽然你有一个正式公司，如果你欠雇员工资的话，你的法人、你的董事、你的经理都有连带责任，虽然你有公司。所以虽然我刚刚有讲说关于这个没有连带责任的话，你要知道劳工法律条558.1关于工资这个的话可以打到你的私人，然后现在很多州都有在改变他们的法律，包含加州的逻辑说雇主的话一定要
保护到雇员的工资，然后如果雇员的工资没有付的话，那你就会有连带责任。谢谢郑律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，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观众，如果和别人合伙经营公司有任何的疑问，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，才能够保障自身的权益。那以上就是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